原标题：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为何再娶？因为他温暖了他的心。1898年6月，光绪帝开始了戊戌变法，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积极献策配合变法，而仅持续了3个月，在慈禧等保守派的严厉阻挠下，变法失败了，维新派的积极分子全部被抓捕杀害，幸存者梁启超逃往日本避难。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在日本出生。梁思成天性聪慧，从小便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1920年，19岁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初遇，在林徽因的引领下，梁思成开始接触建筑学。1928年，同林徽因结婚后，两人共赴欧洲考察当地古建筑，再次坚定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决心。林徽因一生共经历了3个男人，而梁思成却是最幸运，能够守护他余生的那个。当林徽因在徐志摩的爱情里逃跑时，梁思成也在，并不久后同他结婚。当林徽因对梁思成剖白：“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无疑是爱林徽因的，他彻夜难眠，认真思索了一整晚，决定成全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第二天，林徽因将丈夫的话讲给金岳霖听，金岳霖听罢，懂得梁思成的深情，便主动退出了这段感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放弃北平，梁思成一家开始了逃亡之路。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林徽因肺病复发，几经波折，又加之没有及时接受治疗，51岁的林徽离开了人世。经历了丧妻之痛的梁思成遇见了林珠，林珠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资料管理员，他安静谦卑，好脾气，本是拙于言辞的他，面对平易近人的梁思成，慢慢也开始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林珠的出现温暖了梁思成的心。1962年，林珠与年长他27岁的梁思成结婚，二人由于年龄、学识等各方面的差异，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非议。有人讽刺林珠是想做建筑界第一夫人，甚至连梁思成的家人朋友都坚决阻挠二人的结合。可梁思成非要铁了心娶林珠，婚后的梁思成可谓众叛亲离。好在林珠的贴心和相守没有让他失望，梁思成想要去探寻古建筑的遗址，林珠便陪他，甚至在文革期间，公宣队找到林珠，要求他同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划清界限的时候，他依然没有退却。梁思成用前半生去呵护一个女人，给她成全，陪她等待，同她一起在建筑方面大展拳脚，实现精神上的契合。后半生，他等到了一个女人愿意陪他逃亡，陪他去完成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对梁思成来说，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便是那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古建筑遗迹，他将数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文集，读过他的文字便会被字里行间那股隽永所吸引。他的文集留给世人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探索真理永不放弃的远大情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